我上次讲到打道馆嘅系啦，好嚟，即系打道馆啦。所以讲到我哋捉咗呢一个胆小嘅游击立啊，咁虽然冇得进化做呢个副敌，但系都系一个好强力嘅战力嚟嘅。来，好，呢度应该解呢啲啊，冇错，好犀利。你不用啊，咁咧，呢度推翻过去 ，OK。呢度，呢度，呢个，冇错，推，冇错。呢个系咪打？呢个好似，诶，错咗。呢系咪推错咗啊？啲咪啱喎，啱咁樣。好，跟住又過去，呢度推呢、這個。OK， 跟住再行呢、這個，推呢架。OK， 咦，得咁少人喺度，就係打館主咯喎，打館主咯喎呢度。來，我哋打一個另一個道館訓練家。充满爱嘅拳头，空手道王一郎，空手道王一郎，一击必杀嘅啫。Yuja， 念力弯刺，念力啦，好，秒杀啦系嘛？秒唔到啊！我晕咗，好，追加效果。非常好啊！继续，管珠究竟点解唔够打咧？好惊，惊惊地会唔够打咧？同啲飞行系，但我冇，我有阿波，呢个系小力啊，小力已经一下秒啦，系嘛？冇事嘅，混乱啫，打自己啦，好 ，OK， 继续念力，好似经验比较少，奇遇喎，学唔好啊？可以一学嘅其实，可以学招抌嚟唔要，肉打爆佢。复仇。好似格斗系，哇！并不是很有效，打咗一大条血喎，大佬。边度并不是很有效啊，师兄？佢争啲一拳打死我。好似鬼师兄啊，咩鬼师兄啊？哇！我得满血，俾佢打到就死啊！哇，唔掂啊！升下呢先出去。会唔会太黐线咗伤害 ？Later， 准备打爆佢。念力啲技能得一招技有用嘅，依家咩念力弯刺嗰招？哦，打唔死。哎呀，死得咯呢招自爆。唉，马大虾中意甜嘅东西，22咧捉翻嚟，升我一咧，四日后英年早逝，再见啊！低能，低 B19咧即自爆，啊嚟即刻带，即刻用只鬼喺先度，即刻带只阿波出嚟，阿波系我觉得最适合打呢个飞行，最适合打呢个格斗系道馆嘅人选。初次见面，我系馆主李子。至于点解会成为馆主，系实力强大定系咩，自己都唔清楚。但系作为一馆之主咧，一定会用我的方式咧认真战斗，从边度攻击都可以。好啦，格斗系道馆有几多只精灵呢？三只，第一只系玛莎娜，
马莎拿 OK 啊，27 level 好冇问题。我哋先攞个能量储存先，好，先储一储能量，加加防御先啊。我哋要慎重少少打佢。瑜伽姿势用嚟加攻啊，对面好。我哋唔可以俾佢再乱加攻啦，呢度我哋要用起风打佢啦，开始起风 cut 一 cut 佢先。唔好等佢，唔好以为咧呢度可以随意咁样开变化技能喺我面前，好非常有效。继续瑜伽姿势，好欣赏你嘅瑜伽姿势啊！加咗两级攻击，咁呢个时候可以收佢档啦，收佢尾啦，用起风。好 ，OK 27咧，睇下后面有啲咩格斗系啦。能量吸收呢招好似系回翻血减翻防，呢招唔要、啊、我唔需要呢招、啊、如果因为食咗回咗血咧，佢个防御好唔抵，我觉得好力好力照嚟啊，好力，但豪力其实有机会打得死我，我觉得会唔会咧？能量储存先啦，再啊。因为他会用嗰啲报复嗰啲技能，系咪格斗技报复？识破攻击哦 ，OK， 好，好合理啊！打鬼系，好开放大镜起风，好要快啲杀咗佢啊！如果唔系佢一爆击我就玩完啦。佢系用嗰啲咩手刀嗰啲啊？岩石风 ，OK， 岩石风系减速度嘅，顶住 ，OK。好痛啊！扣咗超多喎、啊，扣咗26滴血喎、啊，26滴血，如果爆击有机会打死我、啊，其实打死佢，爆击，打死佢，打死佢，哦，冇变到，都系一样打唔死，继续岩石风，好危险啊！哇！哇！我都话佢一定有爆，我都话爆击打死噶啦，顶！黐线，佢呢度有乜可能又爆击噶？我以为我用边个啊？有咩技啊佢？电光火、电光石火、居入斩冇喎，得 Benji 要出咗呢度，哇点玩啊？死咗兩個啦！呢度又黐線，佢係咁，佢真係成隻 game 係爆擊爆死我全部啲蟲喎！哇，仲要食藥添，啲黐線嘅真係，哇打唔死喎，大鑊撚鋪，瀑布光線好似公公啲喎，瀑布光線啦，應該兩下打死佢嘅瀑布光線。系高攻啲嘅 ，pat 啊，27，哇！我炒我惊炒车喎，真系，哇！呢度扣30咁滞，呢度一爆击又死噶咯，啊！呢度一爆击又死啦，呢度，OK， 打赢嘅都好，下一个。43你又靠，我哋换一换喺度。卢卡利奥呢度，喂卢卡利奥好难打喎、啊。我呢度呢个四只一定有一只又要死嘅。我哋先出阿 Lick 上场，定系 Parky 出 Parky 先。Parky 有咩技能啊？望一望，电火光 30% 几率麻痹。好，我哋出 Parky 先，因为 Parky 佢有麻痹呢个招式，麻痹呢个特性啊，麻痹嘅技能有麻痹嘅技能，我哋就用佢上场先，因为卢卡利奥好烦，系啦。哇死得30呢，玩完啦，真係要完蛋啦，30呢嘅话降爪 OK， 降爪最低攻嘅呢招对我哋嘅输出比较低，哇扣20麻痹佢啊 Parky， 你知要我哋 Parky 一定要麻痹到佢啊，麻痹好波啊，我哋赢啦，咁样就
咁我哋就醒出啦，可以。点解石火打唔痛？点解石火打唔痛？高级星星唔痛。好，阿靠唔得，格斗唔得，照用 Parky 打嘅。好，得，系用电火光。咬痕一樣唔緊要啊，但係我哋依然有機會嘅，依然繼續打喺度。使唔使食藥呢度？電火光嘅肉唔食啦喺度，極度危險啊！喂，死咗！地面技，再見啦 ，Parky 友。再見了，第二個喪失的朋友 Parky。第三位就派阿力上場了，要阿力上場了 ，OK， 阿力上場，相信你啊，你贏到啊，你將會成為大師兄的呢度，識破呢啲唔用，燈眼唔用，手刀直接劈上去都打，但係唉唔好諗啦，直接劈啦。法勁死咗，應該死咗法勁。阿力都死埋，哦，哇！得翻打个冠军死咗三件，我搞唔掂咁样，一定要升 level 喎。如果过到呢一度 ，Benji 有冇技？出个卡，阿卡有冇技？阿卡好似有技，阿卡咧用下。奇遇地面嚟张炸弹，嚟张炸弹同唔同啊？嚟张炸弹好似得十，好似得四十啫。65即系130。好，就用嚟张炸弹啦。嘿，OK， 哇，仲有果实喎、啊、佢。有果实，哦，好，或者系我嘅危机，我嘅危机，大佬打一打摸三个啦，我摸三个同伴啦，已经，你点样赔翻俾我？大镬，呢招应该冇事嘅，应该冇事冇事，骨棒咪两下咋，冇打好多下，我记得二五啊，哇大镬啦二五啊，顶踢踢踢。停咗啦嘛 ，OK， 水之波浪呢度即刻改，哇，佢会唔会有神速噶？30level，喂，即刻 check 下先。2000 years later， 神速56，咁即系冇啦，依家水之波浪得啦。OK， 赢啦，终于各位，终于胜出咗啦，我有靠。险胜啊！呢场绝对系与道馆馆主李子赢到啦，我输了7200蚊。你啊输我啊，哇！我输咗三个，系我输咗，好啊！未尝试个失败，但我都学到好多。连击徽章，呢个徽章踩住咗三个小朋友。一旦持有呢个供应咧，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飞天60系咩啊？冥想嗰啲啊？吸收拳可以吸收对方的力量诶、体力。哇！呢、這个道馆不容易啊！我得翻三个呀，我得翻两只咋？喂，呢度你唔系要打系嘛？有嘢帮手，图鉴唔小心咧唔见咗，帮我一下。咁啊，头先失去嘅伙伴咧就系、是、左边呢三位啦。咁啊，好伤药咧，咁我哋又收埋佢啦。啊，呢个就作为佢最后嘅遗物。呢度嘛系嘛，二号都系摆低佢先，一阵再咩啦？又 Parky 啦，勇敢呢、這个作为呢一个头先对战入面嘅最强嘅战力 ，Parky 拥有狂妄嘅性格。9月24号啊，相距系大概一两个礼拜左右。11号到11呢开始升啊，而家21呢，喜欢瞓懒觉，中意苦嘅东西。阿波就系22咧，谷间发电厂喺9月24号捕捉嘅，调皮嘅性格，中意恶作剧，中意辣嘅嘢啊。下位走钢线同埋十方下位，
擁有休閒聖駕在天冠山的時候，9月29號捉的阿 Nick 啊，好滿力啊，絕不服輸，喜歡酸的東西。再見啊，呢三位，我無永遠懷念你們。再見啊，拜拜，有緣再會咯，我哋，拜拜。我最终得翻两只，如果不是头先嘅 Parky 再加阿波，其实系好难打嘅头先嗰度，系啊，仲要咁啱麻痹到，如果麻痹唔到，真系好难打嗰个杜卡利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，拎啲果实先。噔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，Benji 先用碎牙，呢个系咪打耐？呢个应该岩石系啦，我谂。OK， 遗迹狂透过，吓唔得。大我谂就好在回一回翻少少血啫，呢度回咗七滴血啊，头先最极 ，OK， 好在冇换走嘅呢度，哇，好痛啊，大佬，好惊啊，黐线嘅头盖龙，好肚皮呢度，都太劲。转转转。剛才窒咗機啊！頭先好危險喎，頭先情況好危險喎，頭先啊，轉一轉重喺度 ，Benji 爭啲俾人打死喎，爭啲俾頭角龍撞死喎，黐線嘅頭角龍真係冇目光先。噔噔噔噔噔崩咗十秒喎，咁大镬，加好多经喎，真系佢用另一个名嘅话，哎呀，降中啊，降中我照用咯，唯有冇计啦，睇唔到唔危险，好危险啊，23，去咗啦，继续喷水咧，吸翻光一格先。催眠術有啲咁嘅下流招數，即刻清醒藥唔該，即刻攞清醒藥先，搞唔掂啊！封印，來瀑布光先。怪異光線，頂住啊！唔好打自己啊！唔使驚啊！混亂，嚟打爆佢，打佢！哦，唔好催眠，冇中，好冇中到，來打佢啊！三分一機會咋，好得搞掂。我要翻嚟回血啦，即刻冇血啦已經，雖然扣咗七滴。八滴血到啦，依家，但我都觉得好危险啊！依家，我唔可以接受俾啲精灵咧咁少血出去打交。好，我哋睇下呢个系啲咩？呢个系咪有傻啊嗰啲？又系阴色术，阴色术啊！我哋系咪要回一回血好似稳阵啲？失败，吸血。OK， 喂，唔好啊！佢啲虫系啊嘛，我哋换碟不休出嚟，派卡拉出嚟唱歌。呢个可以录音喎，招技，我哋可以黑制，好，可唔可以一下秒杀佢喺度？应
應該得啊嘛。佢會反死我喎，好驚喎咁樣。大鑊啦！我驚佢反死我啊！早知唔打佢啦，我呢度。我驚佢反死我，真係開個防禦先，開個防禦先。低能，佢反槍打死我啊！我驚。瞬間死亡呢度，我連技都未玩過就死咗啦佢。